所以说，做妖就像做人一样，要有仁慈的心。有了仁慈的心，就不再是妖，是人妖。哎，他明白了，你明白了没有？人和妖精都是妈生的，不同的人是人他妈，妖呢是妖他妈。我受不了了。你妈贵姓？看，现在是妹妹要救姐姐。等一会儿呢，那个姐姐一定会救妹妹的。看，我说对了吧？啊，居然比我还快，你真行。